我随便都有跟我父亲开始习武了，我晚上也看过他的在月光下练他的枪，很迅速，很猛，在我心目中，我很崇拜我父亲。 陈占锋的父亲陈武金。 曾经是叱咤风云的河南登封一代枪王，8年前的一次意外，老爷子自此再没站起来。他心爱的十三枪从此蒙上了尘灰。这次做节目是把俺名气立得最主要的，体现咱的十三枪的。 是咱这这这教我一会儿吗？我会，但是现在这学生跟以往不一样了。你像我从小你教我时候，你打我，哎，打我再狠，我都得练。昨天我学生练累了，说他两句，哎，他不练，他起来多，给我一人扔下来，给我气的呀，不能行。 那练也不行啊，那你自己来，那你拍，继续拍，继续练。我自己练，那咱是你给你绝活得给我拿过来。那枪啊，拿来。那枪。那枪哎。你去找找。我去找找。啊。